脆，排骨。猪血，反正粥，这是龟掌的汤。老板来了，有吗？好，来了，这是粥还是龟掌粥？我吃粥。它也是有调味料的，这个，这碗是龟掌，一个龟掌一个粥，我吃餐餐啊，全部餐餐，有啊有加蛋哦，它蛋是温泉蛋，这个八重。卤水排骨啊，鸡肝，鸡肝，温泉蛋，还有放鸡肉啊？没有，鸡脚就是，鸡脚而已，鸡脚和鸡肝哦，加鱼肉。有一块白菜，它排骨很大片，排骨。鸡爪，猪肉啊，猪血，牡蛎温泉蛋，温泉半生熟蛋，然后这个是鸡肝的，鸡肝。这个八重，哦，好看味道。一碗龟脚和一碗粥，餐餐呢全部放，还有两杯的饮料，200泰铢。